台视新闻全球现场来看到嚣张挑战执法公权力，有民众在社群媒体上以撬孤轮为题号召车友一同夜游北海岸，高调行径早就被警方掌握，才紧急设置了临检站，结果呢刚临检完就有人把影片上传到网路，经过警方交叉比对后把这名男子依法函送侦办。即使将龙头拉起，想耍帅上演跳狗链，这一幕全被同行车友拍了下来，上传网络，危险行为立刻被警方盯上。原来四号晚间，原警发现有民众在网络上抛出北海菜车孤轮杯，号召大家夜游北海岸，更强调骑最原厂的车，翘最高的轮。警方在三支石门交界处赶紧设置临检点。车辆停妥之后，车辆熄火。警方一一临检，共50多部汽机车，但都是原厂车，没违规改装。不过才刚临检完，就有人将一名男子跳狗链的影像上传网络，嚣张挑衅公权力。警方后续交叉比对后，将这名跳狗链的男子约谈到。经过临检点后，其中一名汽车乘客将张姓重机车驾驶于三支路段中翘孤轮危险驾驶的影像上传 IG， 于8日晚间传唤张姓驾驶到案说明，全案以公共危险罪函送侦办，并告发5件无照驾驶、1件牌照注销，以及通报10件噪音车辆。想耍帅跳狗链还嚣张PO上网，这下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记者蔡志恒新北报道。